嗨，我是傅彦堂，我来了。助理，对，我来了，然后助理也来了。我们今天呢，一样，就是一进到底，一刀未剪，而且呢，第一次直击现场，来到我们同事新接的案件。他昨天晚上接的，我们今天早上赶快一大早来这边。那我们现在在哪里呢？在台中市潭子区潭子国中，还有那个潭子火车站附近呢，有一个老透天，是中古屋透天。要卖很便宜，因为现在的价位就是这样子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栋要整理三楼。目前呢屋主有住在里面，但是屋主有说就是不要打扰他，你们要看的话打电话跟我们讲，跟我们联络，我有电话号码都会秀在那个广告词上面。我们就约屋主，然后打开门让你看里面。里面会比较乱一点，因为生活嘛，日常就是这样子，家里都一定会比较多东西。那一样就是，如果有买卖成的话，他有答应。刚刚我有跟他聊过，他会愿意净空。然后还有就是尽量不要拍到屋主。所以我们现在拍的这个重点这一间呢，它是在潭新路二段。然后呢，旁边呢这边有很多的早市，还有潭子火车站、潭子国中，就在我们的后面这一个，这就是它的校园的围墙。好。那它的地坪呢是20坪，大概是4.5、4.8的大面宽，然后可以停车，只能停一台。对，停一台，可以停一台车，就像隔壁邻居这样子。因为这个道路大家都要进出。对，是的。然后它的地坪是20坪，那其他的呢？因为详细的细节的话，哈，因为这是昨天刚接的，藤本也还没有掉出来，热腾腾的。你就可以看到一楼跟二楼，然后三楼是增建。增建部分你可以跟隔壁那样子，就是反正它已经有屋顶了嘛，你里面再隔成就是可以有神明厅或者是房间。哦，这样很 OK 吗？可以了解。中古屋大约应该是，我猜的话，以它这个这样来看的话，大概是40年。那几年呢还不知道，真的是要看藤本为主。所以呢不是我们不专业，是因为真的资料都还没有出来，我只是赶快抢拍，因为我知道这一件会卖很快。这一件呢开价1080而已，要快，真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拍里面，尽量拍仔细一点。这些资料呢我已经讲过了，所以呢我现在剩下什么朝向，我面对着大门口，从大门口面对外面的话是朝西北。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车道，这边呢都是新加坡式的，这是一个社区型的，不用看这个价位了，这个价位一定是非常贵，至少要1800多万。嗯，好。对，而且我们现在不是看房子，是看它的地皮有多少钱。这边是黄金地段，也就是蛋黄区，一分钱一分货。那我们现在进来看的。但是附近真的不是很好停车。对，慢一点，我来。好，那我要拿我的灯来看一下。这是最亮的吗，宝宝？这是我新买的。这是最亮的吗？我们看一下它的墙壁就好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墙壁，它真的是，我跟你讲，这几年来，这么多年来，它都没有油漆过了。这是它的原屋框，哦，原来的电线箱。对，这应该使用的差不多。老板娘，你的屋龄几年？不晓得呢，因为我知道他这超60几年的房子吧。哦，快七十年。还你反正就是你也不确定就对了。我先生确定，我不确定。哦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到时候再调藤本。那请问一下，你这个油漆多久没有漆了？从建房到现在都没有漆。哦，所以呢，这边呢是木头隔间一个孝亲房。我转一下好了。然后呢，这边呢都是堆他的东西了。OK。所以呢，屋主呢第一手住到现在都没有油漆过。你觉得这里大概几坪？这个孝亲房？这个孝亲房大约三坪。对，三坪。等一下，我客厅我刚刚没开，拍那个坪数的感觉。客厅大约也是差不多4-5坪。嗯，好。然后骑楼呢，差不多三坪、四坪。好，我们进去。好，我们进去。老板娘，你我会闪过你镜头，放心。
然后呢，这是传统格局哦。我们刚刚是看到木头隔间的孝亲房，再来后面这个是石墙，石墙的话就是楼梯。嗯，楼梯。好，然后这是他现在的那个什么用餐的地方，餐厅。然后这边，我记得油漆是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油漆的啦。哦，那你跟他结婚多久了？我们77年。哇，我77年结婚。不好意思。好，77年结婚的，那现在已经是113年嘛。哇，这边呢有壁癌，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厕所在这边，还是说有什么？厕所在这边。哦，那就对了。所以呢，这间房子呢，你到时候要做防水，然后再重新油漆，因为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油漆了。那30几年了吧？我儿子都30几岁。好，来这边呢是他的后面的证件，旧有的证件，你也不用怕举报会拆掉，你只要翻新翻修就好了。然后他还有一个窗户可以通风的，很不错。来，的确是一个厕所，我们看一下，然后厕所有开窗哦，很赞。它后面呢是一个人家的那个住家的那个什么停车场，就是到时候需要。它是水利地，所以它只有使用权，没有，因为以后假如那个陆地的，应该是陆地的。哦，好哦，它是水利地吗？啊，它是水利地呀、啊。不是水利地，是马路地。哦，马路地哦。当然是。是那个什么是诶主人，然后主人，因为他是马路预定地、哦、应该是马路预定地的，都不能用，所以他不能建房子，然后那主人的主人就将那个主人租给这个人用停车。 OK OK， 好，老板娘了解了，谢谢。所以以后假如变陆地，我们这里还有后面的门。好、哦、了解。我们看一下他这边厨，因为厕所的水不能使用了，我们看一下他的水压。嗯 ，OK， 好，就是到时候需要整理一下这些屋况的部分。对，这边都是壁癌，这边都有壁癌。有拍到了。对，好哦，那我们现在到二楼去。稍等一下、哦。好，运镜慢一点，这样的话大家才会看得清楚。这是最亮的吗？对。我看一下。哦，对，这样，好。好，我们上楼哦。它二楼楼梯间呢，有一盏灯。然后呢，这个是这个二楼呢，就是以前的那个阶梯。你看到二楼的阶梯是以前的那个闽石子。上来二楼还蛮凉快，二楼后面还有一个阳台。那二楼阳台呢，旁边也有一个那个什么隔出来的那个什么木头的那个房间。可能你要自己开，自己拍。没关系。好。是隔出来的，对，看一下木头隔间，那是门哦，门，这我进去，这个才是那个，也是有点是门，也是有点像，有点像，然后这个是石墙，石墙啊，石墙，它旁边这里有隔出来，跟我们家很像，嗯，对，然后天花板看一下，因为楼上三楼嘛，对，我们等一下还会去三楼，就是它有搭那个屋顶那个地方看一下。因为本来屋顶就搭到那房间的上面，说后来都会漏水，所以我们就再搭房。好哦，哎，老板娘，这边你后面是不是本来就有一间厕所没有在使用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们到时候想要恢复使用的话，就是还要整理一下。那现在已经是堆满杂物了。哦，这是它的后面的上面的。对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就是，等一下我转一下。好。内裤会不会？没有，他没有拍到内裤，你放心。我闪过去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出去一下。这边后面的阳台是比较小一点，大约一坪多，大约一坪。好，我们现在拍这个是他的走廊，一样哦，他油漆完全都没有油漆过了。那我们现在拍一楼，一楼的那个中间还有隔一间房间，二楼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那本来是有隔两间，后来结婚的时候，我公公就给他。不好意思，他这样你会被他拍到、欸。也会拍到我们那个什么结婚照吧？结婚照我们闪过去，结婚照在这边。哦，好。所以由下往上拍。等一下哦。由下往上拍旁边。没事，我就拍那个地板的部分就好。好。OK。对。然后拍墙壁的部分。对。有冷气机，但是是旧型的。对。上面有放杂物的那个空间。对。好。OK， 没有拍到，那你放心了吧。把它到隔壁了。好，
那我们现在来看的是那个什么？ Sorry. 另外前面这个是他的第一间。哦，这是前面的房间，二楼前面的房间，它是有落地窗的。那它的落地窗呢，其实跟楼下的那个大门啊是同一个朝向的。这也是隔开来的。哇，格局跟我们家一毛一样。对。东北朝东北，我们的坐向是朝东北。要不要拉开一下？没关系，这个可以拉开。哦，好，真的哦，好，那你可以帮我们拉开吗？窗帘拉开就好了。哦，真的，我儿子对他的球鞋呀、啊、球衣一堆，因为这个衣，哇，怎么会骂？哦，好，看到了，这样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谢谢。哦，好的。好，其实屋况啊，它的梁柱啊都没有立。我看是都没有裂，也没有龟裂，但是就是要花一笔钱去用墙面和那个的那个什么，它有壁癌，对，还有壁癌的部分，对啊，然后还有厕所的部分，啊、对，是的，壁癌应该是楼下，对，楼上完全都没有壁癌，目前看到都没有壁癌，就是要重新粉刷而已。嗯，好，那我们现在上三楼，因为当初就我就已经30几年粉刷过，到现在都，所以。都还好。好，我们现在上几年的油漆匠应该算还好。好，可以。我们现在上三楼，三楼这个地方呢，这是因为由于那个热胀冷缩，就是那个表皮。对，好。要不要开门？要。我想说，我是问你会不会开。好，我们现在上三楼。三楼呢，它已经有搭那个铁皮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后面还可以再隔一间房间。后面现在目前放一个那个大水塔，我等一下我拍一下全部。OK OK， 看一下墙面。好哦， 这些都要稍微整理一下。对，是的，要重新油漆，然后还要补墙。上面的那个叫什么？搭铁皮吗？对，铁皮还可以啦，还堪用啦。我们隔壁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换到前面去。谢谢，谢谢老板娘。来，我们到前面来。好，我来。这是前面的部分。我已经。哎，听到你找我吗？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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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好好。好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那个道路的宽度。你刚刚说这里道路多宽？这边的道路大约是。我看一下，应该我猜应该有六吧，6米至8米。对啊，活它不是活路哦，因为旁边这一个啊，你看呢、啊？不是、啊，刚那个是有说是国小的墙，不是国中，不是国小，欸、是潭子国中的围墙。潭子国中，对，好，它现在目前的话，这一层楼都没有在使用，就只有放杂物。其实呢，你这一间呢，可以像隔壁那样子隔起来，隔出房间来、哦，隔成神明厅，或者是多出房间出来。它目前现在的状况啊，来后推一点点。现在地上这些部分呢、啊，就是之前有防水用铁皮屋的时候，对，有渗漏水的部分、哦。当初那时候没有用铁皮的时候，就会渗漏水。他们有，那你看呢、哦？他是看隔壁的邻居一起搭的。哦，对对，他们是连在一起的。对，了解。大概是这样子。所以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建议就是再重新铺一下。可以啊。因为既然要整理的话，当然是一起整理。老板娘到这边就好，谢谢。我们要介绍到潭水亭去。哦，来，谢谢，感谢你，谢谢你哦，谢谢。哎，水塔。好啦好啦，我们尽量努力，因为现在真的是房价真的也是蛮高的。来，啊，小心哦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看得到吗？这里稍微高了一点，对，如果有稍微高龄的人的话呢，要稍微注意一下。老板娘，我们要走出去了，直接走出去到潭子火车站，还有那个什么，还有那个我们热闹的潭水亭，对，百年老庙。你刚好今天星期市场没有，都休息很多，不然我市场很热闹。对呀、啊，一出去都是都卖菜卖什么？对啊，今天是那个什么？周一啊。对。休市啊。周一一般菜市场都会休市啊，不然的话我们那个什么。刚刚的那个什么，那个我们等一下会经过的那个市场是非常非常热闹，而且每天都很多人。我们现在走出去了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通风良好。对，好凉快哦。
这样走出去啊，它那个风就这样吹过来，好凉快。而且你看这条路，没有人乱停，对，很好，对，优质。有的地方啊，他会把车停得很外面出来，然后你这样开车就这样弯来弯去。对啊，那基本上他这边中间都留了一台车进出用的，所以我们的车也可以像他们这样车头没有朝外，朝外这样子停。好哦，我们右转呢是往74号的方向，车程大约是8分钟。左转呢是往潭子火车站，还有那个什么早市，还有那个潭水亭。对面是诊所，那个诊所开很久了。来，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左转的地方，就是现在目前只有几个摊位而已。其实因为今天是星期一的因素，所以呢，其实它是一般的话都是真的摊位满满的，人很多，到处都是摩托车。对，不是衣服呢，不然就是吃的喝的都有，什么都有就对了。所以你呀、啊，这边生活机能非常的好。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高架桥？有，那个就是潭子火车站了。我们走路3分钟就到火车站，然后左边这边呢，左转呢。就是那个什么潭子国中的我的母校，还有这边离潭阳国小也很近，所以呢这边小孩子读书都很方便。我们从这边进来就可以进入潭水亭了。这就是我的母校，潭子国中。嗯，好，对。以前我在潭子国中的时候，常常爬围墙，因为好玩嘛。哦，对对，小时候那时候是叛逆期，我们不是太妹哦，就是叛逆期而已。嗯，对。然后上老师又非常伤脑筋，所以常常就像是那个教导主任站在墙下，对，在等等等等等着我，笑死。对，好，我们这边右转就是百年老庙。潭水亭今天有大型的活动，非常热闹。哦，其实如果今天啊这个大型的活动热闹的话，还有刚刚的那个早市啊，今天如果不是星期一的话，是一般日子的话，我跟你讲，这边都是水泄不通。哇，那停车真的是非常困扰。所以我们刚刚很幸运啊，可以停车啊。对啊。基本上呢就是这样子，我已经介绍得很仔细了。嗯，而且我们是从那个房子走出来，这个路段你们已经很清楚在哪里了。我希望你们呢把这个影片看完，还有第二点，加我的 LINE， 打电话给我，跟我讲您贵姓叫什么名字，我才能上去 LINE 的，我有 LINE 才能按确定好友。然后第三点，我有那个 LINE 的那个群组粉丝交流区，是讨论 YouTube 的影片，我只要是第一手的影片我都会放到那边去。而且恭喜我们已经快要破百了，谢谢你们辛苦了，希望你们今天会喜欢这间房子。我跟你讲，现在要1000万的这一种中古屋的话很难找了。好，加油，真的，我希望每个人都有房子住。谢谢，拜拜。